我们啊，累得死。这个美国艺人都骂我们呐、啊，很国外、啊，说我们这个又邪啊又啊劣啊，要让他们摸最过东西呀、啊，打得你们四分五裂。这个是我们的口爱香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呢？同学不要讲啊。班凡西小档案：班凡西分布于印尼等有水的森林内，体长可达1公尺左右，杂食性，遇有风吹草动很善奔走，动作非常迅速。请问制作单位很看得起你，没有电木箱，塑胶袋。风光了，风光了。会咬我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应该刚刚喂饱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哇！出来出来了！哦！哦！活动力太大了，怎么活动？讨厌！啊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一直上来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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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写答案，写答案了啊！好，写答案，写错。写差写错的话要给你拍照啊！要抱着啊，抱着拍照。我还没有摸心脏，快休克！不要！保护你，保护你都来不及，快跑出来！好，下下下，就是那个地方往下就对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那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东西。不是，它的毛毛是硬的耶。对啊，好像你听过有毛是硬的，它是有上发胶的。为什么？好像鳄鱼皮哦。鳄鱼吧？不对不对不对。哎呦，你看它。不要逗它，它会不会咬人？会咬人吗？不会咬人。有没有毒啊？可是他有点近视眼的，不会咬吗？来，对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我有上了这个节目之后，朋友都在笑我说我没有勇气，我答应经纪人今天要很大的，今天大的哈，今天一定要很大的，来，可是不能笑我，买了买了买了买买了，买了，哇！哎呀，那是酸溜器了，不要碰东西，拜托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，好。干嘛啦？好多人吓到，不要，真的不要闹了。下课了，我不能不是在箱子，是你。你喜欢谁？被吉亚兵啊？你这样你会灵魂出窍哎！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快到了。哦！怎么会咬人？他咬到你？他没有咬人。真的？啊，电话那个，右边，右边，这边。对对对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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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再闹他了，伸进去没关系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已经摸到了，摸到了。好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是家里养的吗？对对对对，再往前。不要闹了！哦，干嘛啦？怕什么摸？你这一堆东西投进来，我怎么摸了？每次请那个人来，我们都整理很久。已经摸到头了嘛？对对，这是他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买了！哦！因为我们都觉得你在这个单元里面有很好的效果。你直接笑话的。哎呦！往前往前，对对，快，重点重点来了，小心点！是啊，摸不出来，只是毛，有毛而已啊！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要讲啊！没了！什么东西啊，摸不出来啊！一人吃两人补，你知道一出现就很多人很好玩啊！
水鬼爵士那样。他会动哎！下一户，下一户，什么东西啊？来下一户，来这里，这有油漆，这有油漆。他吓成这样，不是我被人家闹到吓到受不了。来这里来。再下，那个东西好像长这个样子。喊破出生，除旧岁，暂时给你拜个早年，兔年兔年行大运。也来了。还有尿尿。对呀，他是湿湿的。这个不能。你摸他的，他的牙齿啊。丹青已经全身发软了，不要吓他。我还要摸什么？他写错什么东西啊？写错，等下给他 kiss 啊。哎，小姐。下好，来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很有礼貌哎，他原来是蝙蝠说对不起。这蝙蝠终于自杀身亡，咬舌自尽，吓不了人。他有胶爪。好。你要摸清楚，你只要摸出它的形状，就知道它是什么了。现在我已经摸到了吗？对。这种菊花园，对不起，施舍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同情这个神经病，很精神分裂了。好，童话已经玩出一身汗了。好，可以，大家进可以。来，我们写答案。马斯利答案写的是细钢爪四脚蛇。是大只的。只要告诉观众，告诉我们对或错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或错？错。那待会要亲亲，对不对？好。山猪头皮，山猪的意思。错。四脚蜥蜴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说的就是那个耶。啊，来拿给我。珍妮是硬硬的东东大虾，大虾子。有几个要亲亲，已经知道了哈。好，阮丹青，粗皮的西瓜，西瓜，哦，来错的来，我说的就是那个，很可爱，你看要不要抱这决定嘛？一人抱一只，一人抱一只，二三。我刚才握他的背吗？会咬人，哎呦，杂食性的，他跑很快啦，来马斯利抱，不要，哎呀，好考古时代的，哎小心哦，抓不动，这一次是小蛇。完蛋了！你把人弄哭了呀！马斯，你赶快带，哎，跑到马斯里面那边去。我们还有更精彩单元，稍微休息片刻，红白胜利，有个性。